各位午安，现在的时间是12:06，因为比较晚起来哦，所以呢，我直接叫早餐店。我的早餐吃什么呢？我等一下再拿奖。那我们就先去拿早餐。我的早餐有红茶。香西堡，薯饼。今天我们来组合一下，变成香鸡薯饼堡。先喝一口红茶，好喝。现在呢，我们来组合薯饼加汉堡。脆脆的薯饼，一个不够，我们再放一个。接下来吃厚厚的薯饼香鸡堡，小黄瓜、蛋跟香鸡堡，然后薯饼是我自己加的，这样子总共呢是100块。我吃了两口，到现在都还没咬到香鸡，都还是薯饼的味道。完事。这呢就是今天的午餐 ，OK， 就是简单方便的一个午餐，总共100块，我觉得是不贵哦。外面麦当劳呢会比这个更贵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加分，还没有订阅吗？没有，赶紧帮我订阅一下。我是海豹，海豹日常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